好的精华就把它锁住在里面那层膜，它海苔其实是有两层，上下都对，上下都有。滴下来拖地都可以，它不会掉，它都不会掉，真的。好，它是天然的布膜哈，是100%天然木浆做的，所以针对于是纯天然的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讲就比较不会有过敏啊哈，或是说刺激的问题。所以对于雷射啊、术后啊、AB 酸哈、做酸类的过后的、啊，其实都可以适用。像我昨天就是马上用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再来，它的成分是属于走这个海洋修护的成分，蓝绿微藻、海藻糖哈、波角皱波角叉菜、六生态棕榈子。海洋系列专柜哪个最有名？对嘛，海洋娜娜嘛，大家都知道海洋娜娜，对不对？所以海洋娜娜都是用这个，好、哦，还有碧儿泉，他们也是走这个海洋系列的，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，这样海洋系列的东西其实不便宜哦。它是水状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吸收非常的快，敷完之后完全不会黏腻，而且你撕下还是很湿的、哦。那它会有酵母发酵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刚开始一打开你会觉得好像有那个酒精的味道，其实它不是，哈、哦，它不是。我觉得我用下来之后我没有很喜欢的原因在这边，硬的就是真的很薄，然后很快面膜纸会干掉，然后敷完的话，我觉得隔天的效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的满意，都还是很湿很水嫩，你看到吗？好，大家。